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大爱一线观。这是我们的脸部的一个表情的一个肌肉，那么请大家对照我们后面的、这个头颅后面的这个脑袋后面这个地方啊，大家可以看到这是后面是有一点点这样的一个肌肉在我们的这个枕骨这个地方，但是整个相对于前面的一个肌肉的一个复杂度，那么背后相对没有那么复杂的一个肌肉。那理由当然很简单，我们的一个头部的后面它不会做表情的，我们的这个你什么时候拿着我们的这个头的背后去对着另外一个人告诉他说你想要跟他表达那份的一个思念呢？不可能啊。所以背影你要表达出温度啊，那要练一点，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比较简单的方式还是用我们的一个表情啊来去呈现。所以为什么表情肌啊相对它有这么多的丰富的一个肌肉群，它一定有它的一个道理在。那么当然这些肌肉里面呢、也未必全部都是跟我们的表情相关，有些还是跟我们的咀嚼，我们要咬东西有相关。譬如说你看这么大块的一个肌肉在我们的这个下巴这个地方啊，往我们的颞骨这个地方过去啊，这边也是有，这个都跟我们咀嚼有关系啊。但是这些这个嘴唇附近啊，然后往上唇的这个方向要去把它拉的这样的一个结构，或者是往底下拉的这些肌肉群，那鼻子附近啊也都是啊。所以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眼眶、我们的鼻子、我们的嘴唇附近，它都有牵扯，而这些牵扯就是要牵扯出那份情感，牵扯出那份沟通的力道出来。如果我们面无表情，这别人看了他绝对也会跟着面无表情。假如我们会微笑，微笑就会牵引出另外一个微笑。我们如果用仇视的眼神去看人家的话，别人会心存感恩，这是可能性不太可能的。所以我们要了解这生理的一个机转。所以你看到一个人要练习着用我们的微笑牵引出他心情的一个开阔出来啊，这是脸上的一个表情肌啊，非常重要。他告诉我们的一些事情啊，其实表情这个东西啊，也未必只是脸可以去呈现这样的一个力道出来。像这也是一个表情啊，这个表情告诉你的是什么？我很有身份，我很有地位，我有权有势啊。女生啊，这当然是一幅画中的一个角落啊，一部分啊，不是整幅画只画这样子。但是我们只要看到这个，那约略就了解到这个背景是什么。这是法国的画家安格尔他画的女生啊，他都画得非常古典。然后你可以看得到，透过这样的一个手势精致啊，呈现出连这个扇子啊，都是这样子，有它的一个古典的一个风味啊，非常精致啊。好，这个是美吗？好，同样的约略的一个手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背景，跟我们把它聚焦的话，另外给大家看一个这样子，很单纯，相对它只有一个戒指在这个地方，其他没有带太多有的没有的。这个画家是待会跟大家报告是什么画家，哪一位画家？很单纯，这个衣服啊相对也是很单纯，但是这样的一个很平淡的一个风格啊，在跟他脸上的一个眼神做一点呼应的时候，那个感觉会更加的深刻。你看这样的一个少女，眼神所代表的是那个懵懂呢，还是说那份的在困难中他还是有那个智慧的眼光眼神可以闪烁出来，在现实的一个社会中可能很辛苦的状况，可是他还能够点得出那份的一个灵活。这个画家捕捉到这个女生的一个神韵啊，实在是让人家佩服。看看她的眼神，我们从眼睛，你光只有眼睛的地方约略就可以有点感觉，再搭上她五官，然后用这样的一个非常朴素的一个方式去呈现的时候，这个女生的特质再加上她的衣服，你可以看到衣服又是很简单，白色黑色简单的那样的一个这个图案，更能呈现出这样的一个纯真，那样的
灵活跟它的一个灵动的一个感觉，在这个画作中可以感受得非常深刻。你看整个在看下来的时候，衣服还是很单纯，可是整个的一个气质让你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这个画家是谁？这个把女生画得这么好，这个画家如果大家知道他其他的画作做一个对比的话，就知道为什么画家他基本功是最重要的。有了基本功，你有走出个人的一些风格出来的时候，这个就形成一个大师啊。米勒，这位画家是米勒，米勒就是画晚祷，这是晚祷的意思，就是晚上傍晚的时刻要祷告，一天很辛苦，但是还是要静下心来表达那份的一个感恩呢、啊。这是米勒晚祷这个非常有名的画，他的十岁更是大家所熟知啊，那份的一个农民的艰辛呢、啊，要生存在这个大地上面，他的一个困难度。所以，同样的一个巴比松派的一个画家，也可以把人像阐释的那样那个灵魂的一个深度啊，让我们感受得很深刻。农民的一个辛苦弯腰。常常要做这样动作的时候，这个退化机会很多。一个四十几岁的一个男性病人也是腰痛，那这个腰痛他记得之前有一次啊，搬一个重物，搬一个重物以后就痛得比较明显，痛大概一个月左右，所以大家都以为肌肉扭伤啦，或者甚至于要不要怀疑是不是椎间盘突出的一个问题啊，结果不对，最近这几天除了这样痛的一个程度更加剧烈以外，伴随着有发烧还有点畏寒，然后局部的一个麻的一个感觉更加的一个明显，所以 X 光这样看起来，这之前的 X 光似乎啊，已经有一点点端倪出来，但是后来我们在给他看这个 X 光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得到，这局部啊，这 X 光的这个骨头啊，可以看得到，正常的一个骨头是比较方方正正，这个地方有比较扁下来的这个地方，骨头受到一些破坏的这个情形啊，那核磁共振更可以让我们了解到这个骨头跟神经之间的一个关联，所以它破坏这个椎间盘这个地方被破坏，骨头被破坏，然后当然它的一个结构改变以后，它就会压迫到后面的一个神经，压迫到后面神经的时候，它的刺激、它的哀嚎、它的呐喊，自然就转换成背痛，然后局部的一个麻酸的这个情形更加的严重，因为我们的骨骼的一个结构跟我们的神经是互相之间的一个影响，联动度是非常高的，绝对不会骨头就是你。是垮你自己的，我神经啊，完全不受这个影响，不可能，因为它就在那样狭小的空间里面，所以这个骨头本身有问题，椎间盘本身有问题啊。那大家想说，这个年龄也不是很大，那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一个问题啊？骨头会受到这样的一个破坏，椎间盘受到这样的一个破坏，然后开刀进去要把这样的一个骨头烂掉的地方给它清掉，然后再把它放一个这个骨头再去给它固定住，这个状况这个理由到底是什么，我是不是怎么会突然间这个骨头会受到这么大的一个破坏，而这个破坏的原因是细菌感染，而这个细菌感染破坏的不只是骨头，也把椎间盘的地方给它破坏掉，所以这个开刀进去，骨科的意思会把那个地方清干净，神经的压迫给它清除掉以后，还要放上一个支撑的这样的一个骨头啊，这是以前这个捐赠的一个骨头，它在那个地方可以发挥着这样顶天立地的功能啊，千斤顶的功能啊，把这个地方撑起来，这个神经的压迫还不至于发生。那这个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其实这个人之前常常屡次发生泌尿道感染的一个问题，所以一个感染，当然我们的这个体力啊，譬如说比较辛苦的一个状况，比较疲惫劳累的一个状况的时候，我免疫系统会比较差，但是这个地方的细菌感染，它就可能不是那么会被局限在这样的一个泌尿道，它可能透过血管跑到全身去，透过血管跑到全身去，也有可能跑到骨头，骨头在那个地方它就破坏，形成这样的一个这个软硬通通破坏的一个结果，所以这个骨科的医师啊，必须要给他做这样清除减压的动作，固定的一个动作，当然这个泌尿系统的一个能不能好好去预防，它的背后原因是不是有石头呢？或者是说饮食这个生活的一个习惯要去提醒，多喝水等等的，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去考量的。看到米勒画这样的一个女生啊，眼神中告诉我们，我们的眼神也说自己要省视一下。感谢收看，再会。